暌违十年的公开演出，热情掌声欢迎黄心怡双钻石级总裁来到舞台上接受表扬。我们有团队的经销商们给予最热情的支持，同时我们也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 Robin 总裁上台为我们献花，以及线上讲座给台湾全新诞生的双钻石级总裁。刚才的这段演出可能不够完美，但是绝对是充满了满满的心意，而且挑选《城里的月光》这首歌是希望表达黄心怡双钻，他要当不只是大家的太阳，更要在夜晚照亮大家，帮助大家。恭喜黄心怡双钻，谢谢我们的 Robin 总裁。现在我们邀请黄心怡双钻石为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觉。最尊敬的大中华区总裁李总，王总监，在场最卓越的总裁们，以及所有的杰斯家人，大家下午好。好，谢谢。刚刚献丑了，因为呢，情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进入杰斯呢，在这六年当中，我是全力以赴，所以呢，虽然我的钢琴琴艺退步，可是呢，我在杰斯的收入是大大的提升的。谢谢。回顾六年前呢，其实我很庆幸我做下明智的决定，但是这个决定呢需要勇气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在六年前还没进入杰斯的时候，我有三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我先生跟我二姐的女儿，她合开在关渡的美语补习班。当时他们锁定我可以去当班主任，他们说班主任不需要英文很好，只要能够跟家长的互动关系很好就可以了。第二个选择呢，是我的朋友，他决定把他的音乐教室让给我，让我单独来承接这个音乐教室，因为他要去洛杉矶。第三个选择呢，就是杰斯。那这三个选择呢，今天很明显的就是我选对了平台。谢谢。选择真的是比努力还重要。当时呢，我做下这个选择真的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，他们认为我应该是在室内教钢琴，或者是在补习班里面跟家长互动。偏偏我选择这个平台，让他们很难以置信。可是呢，现在当时没有看懂的人，现在都送我一句话，佩服佩服。包括我的妹妹，当时她也是没看懂，现在她也跟我说，姐姐，还好你没有听我的话。一路走过来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杰斯。尤其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李总不断的给我鼓励。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一些经验，帮助我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挫折。可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都很清楚，不管你们是上班还是去开店，一样会面对困难。但是呢，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也很感谢我们全球最高领导人，他一直在当我的教练，让我一路走来，学到在我过去以往的产业里面所学不到的
很多的经验。杰斯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是平台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，爱、感恩、奉献的文化。就像我们的老板，不管到哪个国家，他都呼吁 One team, one family, one journey。 所以呢，杰斯是因为他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才，各个企业的一个精英，甚至是企业主。当时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心仪，真的是让我们很难想象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杰斯？杰斯到底哪里吸引你？我说问得好，杰斯呢，它是一个全球性网络平台，掌握了全球网络经济网，它是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，它是一部法拉利，千万你不要把它当脚踏车来骑。我很感谢杰斯公司不断的办活动，我其实有一次参加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一场活动，也因此我就不断的卖商机、卖课程、卖活动，而做到了双钻石。有一次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时候，这场活动课程请了电子商务专家的一个教授来演讲，这场演讲颠覆了我的思维，让我全力以赴要做杰斯。他说一个支点，一个角度，角度决定的空间，提倡平台决胜负，也让我联想到烤地瓜跟炸薯条的命运果然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呢，我就把杰斯当企业在经营。我知道我身边的人，只要看懂的人，他们都前情一遍看好，因为杰斯可以在花钱中赚钱，在消费中获利，花过去要花的钱，可是却可以赚到过去赚不到的钱。杰斯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公司，如果你看懂，我相信你在杰斯会有很不一样的成就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不知道你们进入杰斯的梦想是什么，你们是想获得财富自由吗？还是想健康美丽？或者是想环游世界？或者是你想透过杰斯的平台帮助他人，成就自己呢？如果是，那我在这里要恭喜你们，你们都可以获得。其实我是个很平凡的人，只是掌握了一个不平凡的平台。如果人家问我说杰斯产品好不好，我会跟他说，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，让数据说话就好。如果产品不好，有可能100多个国家的人在使用吗？那杰斯的优势在哪里？就是平台，平台决胜负，决定你能做多大，做多久。同时杰斯卖了两个字，叫做趋势。趋势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接不接受，你挡都挡不住。因为你等一下结束回家跟你的家人说从此不要上网，他不会理你的。所以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平台。我们的老板以爱为出发点，我们的全球一号告诉我们，做杰斯只要4个字，就是心中有爱。我们的大中华区总裁，他是多么的有爱心，多么的睿智，来带领我们以及所有的行政团队，来协助我们做我们的后盾。今天杰斯才有这样的成绩，给我们的行政团队一个掌声好吗？所以各位朋友，我没有华丽的语言，可是我只是因为我看懂杰斯，大量的学习，跟着系统走，相信公司，
相信你自己，你绝对可以在杰斯美梦成真，打造属于你的自己的钻石人生。谢谢，谢谢黄心怡双钻十级总裁，今年全新诞生的双钻，跟大家分享了一路以来他的心路历程。就像刚才双钻十级总裁。